那我们来看看他们买了什么呢？第一摊，这是我们最新鲜的妈妈，晨曦来，好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还有十几天哈、哦，哎，还有十几天就要卸货了，对。他完全看不出来，真的，他脸脸都没有，好适合大肚子哦，半身盖住，真的，完全，哎，这大概都没有变，没有变，咔哒什么的，就是肩膀啊什么都没有变，为什么？因为好像现在有一种新人种的妈妈，好像现在都提倡。只要肚子变大就好。我还是那个怒买一些奢侈品回来压压惊，开心哎！因为如果说投资的话，我其实投资的是两极化，要不然就是投资房地产哦。然后因为那个钱就这个不算轻奢，这不算奢侈，他有重奢，他还有投资那个很厉害的东西，跑车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那个就是会比较两极化嘛，所以那个就已经花我很多钱了。然后所以。我一些你是一个人可以开好几台跑车，我喜欢他引分身之术，同时我到现在都还一直开跑车，大家都说你怎么可能现在还可以开跑车？底盘很低耶，但我就觉得都 OK 哎，我就实验到现在都还可以 OK 哦。然后所以我其实钱的话，要不然就房地产，然后要不然就是跑车，然后包包的话我就真的比较少，可是你知道就是精品包之类。还是会想要买几个这样子。那每次如果要把化妆品拿出来的时候啊，就会觉得说啊，如果拿了一些不是跟这些包包品牌有一点相配的，我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怪。什么意思？你说如果用开架式配精品包会怪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包包就那几个、哦，会吧？好用，颜色漂亮都怎样啊？我会觉得说，如果我。去一些场合，然后就是我想要一整套。如果是正式 party 啦，对，就是比如说你补妆的时候，然后你已经拿了一个精品包出来，比如我拿一个爱马仕包，哦，我就拿一个爱马仕口红，对啊，就觉得贵州的，对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。那你要买一匹马喽。所以我就会把一些就是有隐喻的话，我就会放在就是一些精品的彩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 whisky 吗？好像那个样子，它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好闻，它的后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闻起来会有一点像宝宝是可爱的味道。哦，可以借我们闻一下吗？可以，就是它是叫蓬蓬的味吗？你要后味，喜蓬蓬的味，对，就是是。可是我听到现在大概小孩这么大的那种爸爸妈妈都说，小孩像不可爱又很可恶。东北天，还是要先养养看，有吗？养养看，哦，有，有吗？有，宝宝可爱吗？外面的味道会变清爽啊！哦，而且我觉得它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盖子很有质感，它有种大地草原柔软巾的感觉，对，柔软巾，它有点草原的味道，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。很轻耶，闻在这个，很像什么小雏菊花园的味道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像好好带，很好带的小孩，很乖，很听话。所以这一罐我后来听人家说，其实很多酒店小姐都很喜欢，就是买一些这个包成味，肯定是出道味。然后这罐的价钱，我觉得还蛮算合理，吧，就是大概7000多块。对啊，这已经算是大帽数，进去里面应该算是哪里酒店吗？进去专柜里面应该算是已经算便宜的东西了。这味道好闻，结账的时候他就会。如果你的先生喜欢去酒店，你可以投资一笔这个项目，留住他。还有你的宝宝不好带，你也可以投资这个。对，或是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有这个味道，你一比对就知道了。再来这个也是，这是那个Gucci的口红，然后它这个花色的话是它去年的那个就圣诞节的限定，因为我是觉得是蛮可爱的，就是有一个收藏的价值在。对，因为它要搬来的话，它就是一个那个金属光泽而已，就是金色的。对，然后可是它这个。我就觉得收藏一下，然后不管是买来自己用，或者是送给别人，包包会太吓人。这 Gucci 的唇膏，我跟我彩妆师都是一致认为是意外精品里面非常好，又显色又持久。对，这很意外的，因为原本觉得精品出了很多唇膏，对，好像都还好，就是漂亮。可是 Gucci的系列是真的好用的，真的吗，老师？真的好用，他连护唇膏都很多的那个。网红们都推荐。那
他说我就觉得这个大推拿出来，那这个颜色呢？它是什么颜色？你看一下，因为我就是没有、哦，这是我喜欢的，有点像砖红色的那种，蛮显气色的，对。有时候用在嘴巴上面，它的颜色其实就是不会像大家看到的，就是那么重，对，嗯、那么重重感，嗯，妆感很就是还不错，我喜欢，喜欢就好，对，可以可以推荐给大家。那多少钱记得吗？我在免税商店买的时候是1440块钱，嗯，对，嗯，然后所以我觉得专柜应该也差不了多少，就是税金的问题，嗯、大概1500、1600左右，对，然后呢？这个也就是大家很常看到的，这是爱马仕的。对，嗯，那这刚刚有人说不好用的吗？不会，哦，没有人讲说是爱马仕的用的哦。应该说某些比较还好。我讲的，我讲。这个之前说的，你还说的很夯，因为它是出来大概两三年左右。哦，就是新品，它那时候出来的时候，它颜色很漂亮啊。嗯，对，颜色也是很美。然后它就是磁吸式的，它跟这个香水一样都是磁吸式的。嗯。然后这个其实刚有人说不好用，我自己有被它吓到哎。怎么了？我觉得还比我想象中的好用，是因为它涂了之后不太会干，就是有一些你涂上去之后你会觉得它是雾感跟粉感嘛。可是那种雾感粉感的唇会比较干一点，它比较不会，比较容易有唇纹啊。然后我已经是算那种嘴巴很容易就是脱皮干燥的，然后我用它反而就觉得哎，怎么没有让我的嘴巴就是脱皮。嗯嗯，对，这颜色蛮好看的。对哦，淡一点，它有点热门的颜色，可以涂一下吗？对吧，因为土色的有点，它又有点像那个裸唇色，对，因为它其实为什么它显色没有很重，是因为它有点湿润感。嗯，对的，对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如果它是涂在嘴唇上面，我其实不太会脱皮。这个记得多少钱吗？这个就3000多。我问过，哦，3000多。对，接下来这一组我也是好用，超级喜欢的。我男生女生都爱用。万年不败。我在机场看了好几次，为什么一定要买三瓶啊？就一没有了，他没有，他就是一个 set 这样子吗？没有，我都也有单支的，因为这个买来自己用跟送人都超好用的，男女都可以用。对，这个送人超好的。它其实颜色很多，像看下面这里，就是还有我这次是买的是中间这一款，他说是新色，就是比较深一点的颜色。然后这款的话是他们的护唇膏，但是我说它非常方便的地方是因为它直接就是虽然是护唇膏，但是它就直接能显色。对，嗯，对啊。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棒棒糖颜色。棒棒糖颜色是怎么样？棒棒糖颜色擦起来很像那个芭比娃娃，就是，很亮，对不对？它因为使用痕迹已经很多了。哦，它是这种有点荧光色。对，荧光有点荧光。哎呦哎呦，有哎，哦，芭比娃娃的色，好粉哦。对，所以就是芭比的感觉，或者是肤色非常深的，就黑人那种。前阵子就是很大家一直那个什么 dress code 芭比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一支芭比色。对，哦，这是蛮喜欢。有哎，嗯，这开闪光灯，你的唇会不会是反光？就只有唇而已。对，然后这个新色也是。中间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他们的新色新款，然后也是擦上去的时候，因为它是护荧光的，没什么感觉，护唇膏，可是它擦在嘴巴上面，就是真的会有颜色显出来，因为它这个系列它是用你身体的温度去变化，所以它其实算是这个色。可是如果你今天可能喝酒体温比较高，或者在室内，对，它的颜色会变深，你看它已经慢慢在变了，哎呦。它慢慢在变，错，而且每个人擦起来颜色都不一样。嗯，多少钱一支？这支真的很大推，在尤其是在日本的免税店买，它不到一酒店，免税店，日本的免税店不到1000块钱呢。为什么一定要在日本免税店？就是日本的这个日币，对，算起来，要不然的话就差不多1300左右。还有推荐给大家，亚洲有个机场非常便宜，是越南的机场，
它很多免税都打七五折哦，所以它会比它是免税完再打七五折，所以如果大家因为最近不是越南为什么快过期了吗？不是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边好像可能在促销还是什么，就是我去的时候不管就是他全部都打八折到七五折，然后我就问他，对，然后你加一个会员他还有一个折扣，所以我那时候拿妹儿买爆，那个真的要小心，因为我那差很多，七五折，对，已经等于一万就可以周年庆的价钱嘞，对啊，拿妹儿算完，他正台湾正贵一支可能卖15000的，那边卖大概8000呢，差好多。然后再来这个就是蒂尔的唇膏，这个是他们第一支就是推出来的那个系列，就是蓝星系列，大家应该蓝星。没有蓝，没有，真的假的？就是最基本款，然后它这个的话是，就是、也是晚安润色唇膏，跟刚刚那个有点类似。对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有颜色的，对他们看起来蛮美。这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可以客制化，就是你可以打名字在上面，所以你送人的话或者是自己用都可以。要加钱吗？$250而已。哦。然后这个的话它很长呢，对，笔画就名字很 Tina 什么什么，对啊，没有差吧 ？Pauline Lan 这样的，对啊。像我自己就是打一个 Jelly C，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。哦，对。那因为这个大家可以再顺便请他打说 I love you forever 什么这样，可以吗？磕满，打磕满好了，对啊。我们都有空，那就算了。这是统一的价钱，然后它这一支的话大概是1600而已。然后如果你要打名字的话，比如说你要送寿星啊或者什么，你就拿一个名字$250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而且就是大家如果拿出来都长一样，这种很容易被它带走。然后这上面如果打你名字的话，就是它也拿不走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跟脚踏车一样，你可以打个名字。它有哦。我们那个不用啦，不用，大家都会知道。认车，对，认车，嗯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材质还是环保材质哦。会呼吸是不是？不会啊。你不是说环保材质？不是，是它的这个外面是就是环保材质，是说里面它可以换那个蕊芯。可以换。每个口红都可以啊。对，废物再利用。是的，每个口红都可以啊。很多口红都可以，对，很多都可以，很多都。那可是早期的他们是不太可以的，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有响应环保，就是可以换里面。OK， 对，谢谢妈妈，谢谢。